后这个游戏就直接回答问题。角度跟高度就差不多，这个就是差大概约高100公分左右。然后角度的话，就是你要调成大概就是天花板的地方，就是顶到这个题目这边，就不要太低，也不要太高这样。这个拍完可以分享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现在刚有设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到粉丝团直接看。我现在选四。下课喽。所以他这样已经有PO到粉丝团了。对，我这样可以开给你看。好。然后这样算一轮。这样算一轮。对。啊，所以这样就没了。对，这样就没了。然后接下来，所以它里面的题目呢？题目哦，题目就刚有啊，刚给我题目啊。那、啊、我的意思是说，它题目是随机还是说固定？随机。然后总共41题左右啊。41题，然后随机，然后会切成几轮？切成几轮的意思是，没有一轮就没有回答限制。哦。现在没有限制。了解，限30秒，所以刚已经完成了，他可能从41题去随机抽取出来的。对，每次。那现在又重新玩了，他又重新抽取这样。然后他不会重复，就每次一轮都会从41题一直抽题目。嗯。这些题目以后可以新增替换的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可以是我们可以自己处理。嗯，目前要换的话，可能还是要你妈帮我们，因为答案是 SRQ。啊，不然就是我们提供格式，你们可以。对，你们要提供格式给我们，我们自己来换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嗯，可以啊。那可以的话，就是可能我还会再写一个教学，就是应该怎么去修改它。没错，你可能要用这个文件。好啊。OK， 那你可能要写这个，对老师来讲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41题太少了。嗯、对，因为这个玩没多久，应该就小朋友应该都知道了。OK 啊，这之后再补。